Hola，苏丹，你是哪里的？好，首先是客送。愿臣妙善。篱边深海住，鱼踪万鹏鸟。无能遮见光，离镜胜龙树。远离台中垢，通达金绪岸。回遮外道论，离镜提婆族。清净佛清身，听闻佛经教，持现凡夫相，久久十万计。经教净义持，理甚至是清。以语殊胜力，大地六震动。撤断遍敌力，礼敬陈那族。遍处胜利者，光明迎世间。称名白莲开，礼敬法称族。善归执金山，能人戒日生。僧人莲池展，礼敬功德光。善说之空寂，智慧明月深。徒众睡莲开，礼敬释迦光。愿无一切身，庄严佛教法，具足净学德，成就最殊胜。明示六言称名者，尤为佛所述受记。龙树无着大乘师，传承法流悉具集。汇集称名为噶举，贤臣众生依护主，恒以三门恭敬礼，生生世世蒙摄受。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归依。以我闻法之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归依。以我闻法之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归依。以我闻法之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释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大地涂香敷妙花，须弥四周日月筵。观为佛国做贡献，有情贤寿清净刹。有情思想与心事，
随其差别而有之。大乘、小乘与共乘，悉皆其情转法轮。天地之别，水火之变，阴阳之别，地动地震，来也给咱六道女神给，诸佛大神明给咱当，诸佛君界大给咱把，他们界给都大给决定都。神笔之经是给人这个一对系统宣告神笔说，一切耶稣定则没别多，都变成了那么的强给接下来一路英国人这边都对接连了不，因为这边可能甚至把各地人不起来抢走。关键都是想法，就跟说那么干嘛吧？英国人就那世界杯就一大年就嘛，之类的东西全部往就全用北京这边，那就这就改变就当咱们都去用我了。这关键在那么人不行，大概就是北面点球，各种前边关键接送点，各种都英文路子都是。那么那个什么声的？大家都听得到吗？如果听得到的话，请举个手。来说大点点，好吗？现在还给给你们那么做了几位，查他们有人新建的。那么，首先要问候以佛学院为主的僧众们，还有透过网路收看的所有法友们，问候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课程的第六天。那在之前的几天的课程当中，那我们很简略的谈到了唯识这样的思想在印度是如何弘扬的，主要有弥勒、无着、世亲等等这些大师们，他们建立了这样唯识的思想的基础。之后还有陈那、无性等等这些唯识的论师，还有撰写了唯识三十颂的十大论师。昨天呢，之前课程呢，只是我口头述说讲说，不见得大家是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今天我制作了这个投影，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这些唯识宗的这些祖师们，透过投影跟文字，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先等一下，这个投影不是太听话。
首先呢，是建立了韦氏基础，是他们三位弥勒、吴卓跟世亲。其中吴卓跟世亲是我们平常说藏传佛教说六庄严二圣当中的六庄严中的两位，就是吴卓跟世亲。一般我们说六庄严，它指的是在印度最主要的六位这个论师，那么两位这个圣者，二圣呢，殊胜的圣呢，那并不是印度的论师，那有这样的说法，这是达拉纳塔，他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因为藏传佛教就有这样子六庄严二圣的说法。总之讲回来，那这里我们看到有吴卓世亲，他是六庄严当中的两位。接着从世亲呢，他的弟子就有，那么有提到一位叫陈娜。那至于世亲跟陈娜是不是真的有师徒关系，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里今天不多说。那么总之世亲之后到陈娜，然后到吴信等等，然后之后到戒贤，然后就是到护法，然后到戒贤，戒贤就穿着玄奘，然后就有法相宗，所以他们就是叫做有相唯识宗。好像刚刚这个投影没有出来，现在有出来了，就是世亲传给陈娜，然后到吴信，到护法，到戒贤玄奘，到法相宗，那这个就是有相唯识派。然后再来是世亲传到德惠，再传到安惠，这里有一个地方可能是修改一下。所以德惠之后是安惠，然后是真谛，然后之后传到了中国呢，就是摄论宗。那么这是一种说法，就是真谛是移植了安惠。但也有一种说法呢，是真谛是早于安惠的。但无论如何，总之呢，这样的一个传承被称为叫做无相唯识派，藏传佛教称为叫假相唯识派。再来之前课程中有提到十大论师，也就是跟世亲同时代的有几位，有火遍，还有清圣，这两位是跟世亲同时代的。那另外还有几位十大论师当中另外三位，他
他们是护法的弟子，撰写了为师三十颂的另外三位大师就是圣友、最圣子跟智月。一般印度有说四大论师，有功德光，然后还有护法等等，有这样子四大论师，有这样四位，这是达拉纳塔的印度佛教史当中有另外四位这样的说法，有这个罗侯罗论师、护法论师啊等等。所以总之护法是 很重要一位、哦、他的三位弟子都是十大论师其中三位，然后再来呢，十大论师中的另外两位是净月还有欢喜。他是在安慧同时代的，就是欢喜哦，他欢喜的弟子就是圣君，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十大论师呢是用这个蓝色来表达。所以我想这样子有一个表格，各位看了、会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接着我们讲接续、在之前谈到唯一是在中国的发展。当夜电想到过天了，什么的，三种。哪组？答。之前我们谈到说中国的唯识主要有三个流派，那么其中 头两个讲过了，那么今天是讲第三个，就是叫法相宗。那这里主要是仿佛说他自己翻译成藏文的时候，藏文法相宗翻译成藏文有不同的译法、总之呢，回到法相宗，那么这个法相宗就是说唯识的这个学说、首先呢是唐代的这样一个高僧，就是玄奘，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就是叫三藏法师，所以是由他、把唯识的学说从印度带到中国的，那很多人都知道他。那很多人说你认不认识玄奘？藏族里面可能不知道，但知不知道唐三藏可能知道的，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了这个《西游记》。
那里面有这个、孙悟空、唐三藏，那这个是在、中国大家都看过的这样的一部、又拍成这个影片等等，所以很多人呢说跟大家说唐三藏或者说三藏法师的时候，大家可能更熟悉。所以总之呢，这个唐代的高僧玄奘，就是由他呢把这个唯识的学说从这个印度、带到了中国的。然后呢，之后我们说所谓的法相宗呢，是由他的弟子，就是叫窥基，也叫做慈恩大师哦，窥基，那他依据了这个唯识的思想而成立的这个学派，就叫做法相宗。那当时玄奘是怎么把唯识呢带入中国的呢？首先我们认识一下玄奘、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无所不学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尤其呢他对于真谛翻译的这个十七谛论非常有兴趣，所以这个十七谛论呢，它其实是只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前面的极品哦，所以他读了这个十七地论之后呢，他就想要看完这个完整版，所以他就想要去找到这看到这个瑜伽师地论，但是当时呢这个中国没有这部论，所以他就想要说去印度去取得这个瑜伽师地论，但是当时呢这个唐朝呢是有这个所谓的国境的，但是他不顾当时的这个国境呢，还是这个千里迢迢、就前往到印度，所以就像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到的那样，这个唐三藏、就是玄奘大师，他也历尽千辛的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些、障碍啊，很多的这些、总之很多的故事、总之他就到达了印度，那么也是真实的记载上他是真的历经了千辛万苦，然后他在公元624年他抵达了这个印度。他那个时候呢就到了那烂陀寺，当时的那烂陀寺的住持就是戒贤，所以他依止了戒贤为师，然后学习这个唯识的教法。总之这个玄奘呢他停留在印度的期间，他可以说广学了小乘和大乘，但是呢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瑜伽唯识的思想，这是他留学最主要的目的。而且呢不仅如此，他之后他也到印度各个佛陀的圣地去这个巡礼跟朝拜，所以他也写下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唐西域记，
这一部游记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能够再去考察过去佛陀的这些圣迹最重要的一个记录了。如果说当年没有他这样子详细的一个记载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些佛陀的遗迹有都不可考了。所以他是真的我们要非常感恩的这样一位大师。总之呢，他在印度有长达17年的时间呢，这样子在那边留学还有游历。那么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在印度得到的非常多的这些可以说学习到的知识，还有很多的经论，他都带回到中国。那么是在哪一年回来的呢？是在唐朝贞观19年，就是公元645年的时候，那么他回到了当时的这个首都，就是长安，国都就是长安。当时的唐太宗非常的高兴，盛大欢迎他回来，而且呢也设立了一个国立的这个翻译厂，或者说叫译经厂、译经院。然后协助呢玄奘他的这个译经的事业，推行他的译经的事业。所以当时玄奘就在唯识方面，他就翻译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论集》《阿毗达摩集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经论，像是大波尔经、俱舍论，还有义部宗伦论等等。总之呢，他可以说全心全力的把他带回来的全部的经论都翻译出来。那在19年间，直到他这个圆寂之前啊，他不停地进行这样子不休息地进行大量的这个翻译，翻译出多达了可以说74部，卷来讲是1350卷，所以这是非常大量的被他翻译出来。那么由玄奘大师翻译出来的就称为叫做新译，新翻译的，在他之前的翻译就被称为叫做旧译。所以新译旧译这样的名称就是由于玄奘大师那个时候来分的。像藏传佛教也有这样的这个新译旧译的这样的分法，是由仁谦桑波这位译师他那个时候分的。他之后是新译，在他之前是旧译，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从他翻译出的经典的内容来看，有经典，有论点，也有小乘和大乘。但是呢，他内心中可以说他最希望翻译出的内容还是唯识的方面的内容，他想宣扬的是唯识的思想。所以呢，他也就依据了
他在印度所学到的这些可以说正统的唯识思想，这样的这些学识知识就翻译出很多唯识相关的经论，尤其是玄奘翻译出十卷的成唯识论。这部论典啊，是非常重要的。这部论可以说是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重要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事业。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过，这一部论主要是柔和结合柔义了这个十大论师对于世亲撰写的唯识三十颂的注释、而成的这样一部论点。而其中呢，是以护法的主张为正确为正义、而说的这样一部论。他当时呢想说、如果要将十大论师所有的这些、都翻译出来的话会非常的多，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子窥基、做了一个讨论。所以窥基讨论之后就说，窥基也就建议说，如果说是结录结义的话会非常的好，也就是将十大论师、他们所有的论著的重点集合起来翻译的话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成唯识论。那其中呢，就是刚刚说以护法的这个说法为主要，然后再以其他论师的这个为次要的，围绕着这样的一部论点。那么因为这部论是以护法他的说法为正义、所以法上宗的另外一个别名也称为叫护法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这个翻译家玄奘大师，他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弟子叫就是这一位、叫做窥基，刚刚也有提到过他，他也叫做慈恩大师。那我也试着把这个慈恩大师、翻译成藏文一下，把它打进去。因为这个窥基大师的努力，所以在他的努力之下、让玄奘大师的这个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开花结果，成立了法相宗。所以从这个意义下来看，可以说法相宗的开创者也被认定为是不是玄奘，而是窥基。那总之呢、有关窥基他的简单的、介绍
就是他在17岁的时候出家，然后他也协助玄奘进行翻译的事业。尤其是玄奘在进行《成唯识论》的翻译的时候，啊，据说呢，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呢，就开悟了。再加上他也学习了音明，也受到了这个玄奘的这个一种熏陶之下，他就写成了《成唯识论述记》，还有这个《辩中编论》等等述记。他甚至将玄奘不断宣扬提倡的这个护法系的这个传统的唯识的体系啊，整理成一个宗派，整理成一个宗派的宗旨。另外呢，他也写下很多经论的一些书释啊，像是《法华玄赞》《说无垢称经术》《瑜伽论略传》等等，所以他也被称为叫百本书主。他另外还写有一部叫做《大乘法院译林章》，窥基呢，可以说就是法相宗的开祖。那接着法相宗的第二祖窥基之后就是慧照，他是公元650年到714年的人的一位大师，他著作了《成唯识论了义灯》。他的弟子也就是法相宗的第三祖，他叫做智周，他是公元668到723年的人。他的著作是《成唯识论演密》。他呢更进一步的这个整理还有发展了唯识这个护法的唯识思想。所以以上提到了三本著作，就是窥基的述记，还有慧照的这个成唯识论了义灯，还有智周的这个我们叫演密哦，就是成唯识论演密。这三部论呢，总称为唯识三书。那么，也因为呢，依据了这三本著作，所以他们三位也被判定为这个可以说是唯识的三祖啊。那另外呢，慧照呢还著有，他不仅是著有前面的那个《成唯识论了义灯》，他还写了这个《能显中边慧日论》，再来还写了劝发菩提心集。那么依照呢一些学者的看法，就像前面课程我们提到过，地论宗啊是以实地经论作为依据的。再来一个叫摄论宗呢，它是以这个摄大乘论为依据的。但是呢，这两部论点他们的当中的唯识思想都是片面的，里面呢都只传达出可以说印度唯识思想的某一个面向而已。
所以呢，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两个宗派呢，没有办法正确理解什么是正确的印度唯识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完整的理解正确的印度唯识思想，就只能在一些枝末的问题上进行研究。但相较于此呢，法相宗却在玄奘的努力之下，他直接呢可以说延续承续了弥勒、无着、世亲到护法这样一个正统的完整的印度唯识说、唯识思想。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抱负之下啊，他让整个这个法相宗啊，在唐代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发展。那这也导致了当时地论宗和社论宗呢，也受到了这种压制，受到了法相宗的一个压制。最终呢，这两个宗派就被法相宗这个融合了。就像之后等一下会讲到的，这个法相宗哦，在唐代由这个留学中国的，就有一些这个日本学生有道昭、智达、玄奘哦等等，这些是一些日本的留学生哦，他们呢学习了，在中国学习了唯识宗，他们想把这些思想传入日本，他们也把就同样以相同的名称，就是法相宗这样的名称兴盛，然后直到现在。那日本的那法相宗能够这样子以法相宗之名兴盛到现在，最主要就是因为玄奘窥基的努力之下建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法相宗在当时可以说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说吸收接纳了这个地论宗、社论宗，他就成为了可以说这个唯识学的正宗啊，中国佛教当中唯识学的正宗了。接着但是碰到了慧昌毁佛，就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中国有遇到几次的这样的毁佛灭佛的这样的之难。那么唐代就有遇到过这样的慧昌毁佛的之难，所以呢在唐受到了这样慧昌毁佛的影响，所以在唐朝之后法相宗这个传承呢就开始衰微，而且很多相关的这些著作也散失。所以后来呢到了智州的时候，智州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法相宗的第三祖。所以到了他的时候，法相宗的整个可以说法脉哦就已经中断了。换句话说，到了第三组之后，就整个法脉基本上就中断了。之后后来呢在中国呢是以这个旧义加上了新义这样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宗教，他这个宗教叫做华严宗。
它主要是如来藏跟唯识综合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宗教，这是华严宗。同时还有禅宗，还有跟这个净土，这是念佛这样子的，可以说修持啊，这样的实践的方式呢，也是在整个佛教界呢是非常的风靡。这些呢跟唯识还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整个命脉，当时法脉，可以说法相宗的法脉是有一些已经可以说是中断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法相宗可以说是，可以说整个是印度大乘佛教最正统的在中国的唯识思想，那怎么会这么容易或者说脆弱的在中国就衰败了呢？那日本有一位学者，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理由。这个日本学者叫做竹村木南，他认为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这个唯识的思想啊，太过于哲学性了，所以呢，除了少部分的那些学者之外哦，所以一般人是读不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是唯识衰败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唯识有提到三乘真实，再来五性个别的教义，其中有提到不定性跟断灭种性。所谓的断灭种性，就是无法成佛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这对于强调宗教信仰的一般人呢，这是不符合他们的信仰的。因为任何人心中的信仰觉得说，哦，都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佛，但是唯识宗这样五性个别三乘真实的教义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却有人是断灭种性，是不能成佛的时候，一般人心中就无法接受。第三个原因呢，是唯识思想强调一个，就是修行的过程啊太久了，要得到最后的结果太久太远久远了，要久远的渐渐修持渐修的这样的一种太久远了，所以不适合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像是禅宗啊或其他的这些，就只要认识心性哦，就可以了悟心性，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简单就好。我想这不只是这个当时的一般人的想法，我想藏族心中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简单就好。但是唯识很强调你要渐修的，要，所以一般人听到这一点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想法。所以这是日本这位学者提到的三个原因。但是也不是说呢唯识就在中国完全的消失了，并不是的。举例来说，在这个
比如说在元朝的时候，当时很流行禅净双修，就是禅宗跟净土双修。总之呢，在元朝的时候，当时很流行这个禅净双修。其中呢，就有很多这些唯识的学者，在讲解这些唯心净土的思想。再来还有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有中国的一位叫憨山德清，他也一度的想要复兴这个法相宗，所以他写了一部叫做《性相通说》。他透过写这部著作来简述这个唯识的宗义，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很多唯识的典籍很欠缺，所以结果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接着到了清朝末年，有一位杨仁山大居士，他呢到了日本，他呢取回法相宗的很多经典，那些很多经典都是当时唐朝传过去的，他知道之后他就取回到中国，所以也引起了这个学术界带起了一股这个一个风潮，因为等于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这些唯识相关的典籍都已经失忆了，但是都失散了，所以结果又带回从日本带回来，这有点像噶举的教典教法也是曾经这样子，譬如说冈仓的就是冈巴巴弥支多杰才开始这样子的佛学院，一直到第十世冈巴巴都还有培养出很多的僧人，但是第十世法王之后，可以说佛学院的制度就没了。之后呢，噶举派反而是大家代表，说是没有佛学院不懂、没有读过书的一个代表。十六世法王到了印度之后，在隆德寺成立了佛学院，同时呢，当时也复印了第八世冈巴巴弥支多杰的经典。那么这些经典传回西藏，那在藏地很多当时的噶举的堪布大部分学的都是宁玛、萨迦格鲁其他的论点，所以当他们呢一看到第八世弥支多杰的论点的时候，当时那些噶举的堪布拿到这些经典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他们跟我说了，他们说非常的高兴。他们甚至其他教派的他们的这些法友也很高兴，说哦，原来你们噶举派里面也有这么好的论点啊，他们很惊讶，原来你们噶举当中也有这些论点啊，甚至很多他们这些朋友都说哦，都没想到你们噶举也有这样的论点的。接着呢，讲回来到一样，在到了民国时代，有一位叫欧阳靖吴，
他也是一位居士，他呢领导了一个叫支那内学院，当时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佛学院。那他们复兴了唯识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南方。然后再一位叫韩清净呢，是在北方呢，也弘扬了这个唯识的思想。所以可以说唯识学派就在整个中国又重新的恢复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佛学院，就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方式，主要研究的内容经典主要利用的是日本传回来的这些法相宗的著作，还加上了藏传佛教的著作，还有欧美的这些梵文佛教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很多梵文的原点等等。所以呢，可以说他们让当时唯识学整个研究现代化了，所以这个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简单介绍了唯识在中国怎么样兴盛，怎么后来怎么消失了，后来在到了民国之后又怎么恢复等等，做了一个介绍。接着我们休息半个小时。